哦，我一下感觉就平了，怎么？对对对，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丽。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非常新颖、非常火爆，然后最近很流行的一个项目。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某书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个项目，中文名叫做美修斯，英文名的话有人叫它 BTL。 那这个项目它的噱头呢就是卡戴珊同款懒人神器，做一次这个项目相当于做了20000个仰卧起坐，不用运动就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身材，就可以得到腹肌，可以得到一个蜜桃臀，可以得到一个翘臀。那我当时看到这个对比图安利帖之后，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心动，因为谁不想不用运动就有一个完美的身材，真的诱惑力很大。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我本人就在前两天亲自去尝鲜体验试了一下这个项目，也算是拿自己的身体当了一次试验田，去试了一下它的这个效果。那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读一下它的这个官方的一些宣传啊，就是肌肉起搏器，感觉是在被迫做仰卧起坐，一次治疗30分钟等于200个仰卧起坐，相当于通过电流去刺激你的肌肉，然后让你的肌肉被迫运动，然后让你的肌肉收缩。它可以坐在腹肌上面，可以坐在屁股上面。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噔噔噔噔，就是这台机器了。这边写的是 EM Scope， 然后这块写的是 BTL， 我应该读对了啊。然后他们家这款是顶配，要100万，从英国进口的，绝对的卡戴珊同款。因为它这个机器很贵嘛，所以它现在市面上的治疗价格也很贵。嗯，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吧，大家还是不要被假货给骗了，嗯，不要上当受骗。这个是我没做之前的这个样子，然后下午刚吃完饭，所以可能有点饱。嗯，好，翻皮。嗯，好瘦啊，感觉你。好瘦吗？嗯，挺瘦的。我体脂26%吗？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嗯，这个是固定看起来的。哦，那它这个会疼吗？嗯，它不会疼。那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嗯，会有一个被动运动的感觉，揪着你的肌肉一直在运动。哦、因为我他做一次相当于20000个仰卧起坐。20000个仰卧起坐。对，被动运动相当于躺在这儿就可以做20000个仰卧起坐。腹肌不就出来了吗？对，像您这种的，其实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太好了。嗯，还有一点凉哈。嗯。现在像什么月经期是不是肯定做不了？啊，月经期暂时不要做。嗯，对。哎，他做完之后可以去运动吗？可以，但是会不会就特别酸，动不了？对啊，哦，就是你运动过量的那个感觉。哦，嗯，对，实在运动，实在就是，嗯，特别特别累的时候，对。嗯、那它也分就是能量的大小吗？有能量大小，它最高是100。那就是越大效果越好哦。对。那我一开始一般都是到100的。那我现在是多大能量啊？一开始我们先慢慢的加，我们先试一下。哦，嗯，对，还行，就是有点电流滋溜滋溜的感觉。对，它是有3个模式来回循环的。哦，是什么感觉？有揪着我，揪着我肌肉的感觉。揪着你肌肉在运动的感觉。哇，现在能量是多少啊？啊，现在是30。30，我的感觉好酸爽啊。就揪着的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感觉把我内脏吸出来了，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啊啊啊啊啊！来，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呢？啊啊！生孩子也不过如此了吧？那还差得多。啊啊！我们先慢慢适应，一般到10分钟以后就适应了。刚刚那个是揪的我肚子，揪的酸疼。对，这个是拍打的。然后现在又换成那种啪啪啪。现在已经到100了哈。哦，现在已经到100了。对，其实当你适应了以后，50跟100没有多大区别。他现在在啪啪啪啪啪啪的拍。放松，放松，放松以后体验它就好。
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我已经慢慢的渐渐适应这个感觉，到后面也不是说特别疼特别的难受，只是说有点就是腹肌那儿揪着疼，但是我就可以忍受，因为我自己已经能感觉到能看到我那个肌肉在那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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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个肌肉见证腹肌的时候。哦，谢谢。嗯，一般做一次的话，这块会有一些收紧的感觉。哦，对对，嗯。哦，好了。OK， 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去的当天做的过程和术后即刻的一个效果。那今天是我做完的第二天啊，我昨天做的，今天是第二天。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身体的情况，因为我是只做了肚子嘛。嗯，首先做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适的感觉的，就是感觉自己的肌肉被揪着很酸很酸，但是适应一段时间之后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说这个做一次相当于两万个仰卧起坐，这个说法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是有点相信的，因为我真的能感觉到我那个腹肌腹部的那个地方很酸很酸，感觉到我自己的肌肉一直在动，就是自己的肌肉一直在动来动去。所以在做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我做完的效果了，但是做完之后的效果呢，大家也看到了，我觉得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那么的明显，那么那么的厉害，就是我刚开始是有点赘肉的，有点小肚子，但是做完之后马上马甲线就出来了，这个在我身上其实是没有发生的。那在我做之前呢，其实我也问了工作人员，哎，做一次会不会有效果，会不会就能看到腹肌。工作人员给我的回答是，做一次是没办法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它是按疗程走的，一般一个疗程是4到6次或者6到8次，看你自己的个人体质，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效果是不一样的。想通过它做一次就能达到一个有腹肌有人鱼线的有马甲线的一个效果，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它的这个价格呢，其实确实也不算便宜啊，一般初次体验的价格是在3000左右啊，3000上下浮动，做全套疗程的话可能要2-3万起吧，现在是目前正品的价格，但是好像最近假货也开始流行在市面上了，所以有的地方价格可能很便宜，大家也擦亮双眼，千万不要被骗，然后不要白花钱，或者说是做到假机器这样。那以上这些呢，是我做完这个 BTL 美修斯的一个真实的过程和效果。关于这个机构的话呢，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推荐了。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私信或者评论留言给我。那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